啦，是啦！哎呦哎呦，救命哦！哇，成猪啊！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游戏实况，我是老皮。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伙伴呢，要一起来进行麦块的生存团队 PK 赛哦。有没有小亮男神、飞飞、皮弟，还有死灵哦？那今天我们这个规则很简单，就是打个三对三。那这规则相信大家应该再清楚不过，大家应该有玩过之前那个雪球大战，对不对？就是生命值是无限的，可是你可以把对方打到那个悬崖底下摔死就赢了。这个不在乎你的 PVP 技巧，而是在乎什么？在乎就是你的行动有多凶、多疯狗。你越疯狗，对方越怕，好吗？那不是技巧吗？是，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这个分队，好不好？我们要进行分队。那分队的话，随机分还是要自己分？微积分，微积分，好，微积分，走，微积分，直接开始。对啊，这么快吗？这样子开始？对，随机随机。好，我现在看一下，我跟飞飞还有男神一队。我们是蓝队了，我们要打穿红色衣服的，穿红色衣服的。可以。猜，快击我他，击我他，射他，射他！来，来，飞过去炸他，飞过去炸他！老大，看你右边，看你右边，老大！嗨嗨嗨！傻傻，还想射我啊？你靠，怎么没炸到？还想射我啊？我直接过去炸你！你走啦！嗨。哎、欸，你怎么没被炸飞？敢不敢用炸的啊？敢不敢用炸的啊？啊把弓箭放下来、啊。哦，好啊，被炸死了啊！我们现在暂时领先，哇！你想 ，PD？ 哎，在哪里？哎、欸，靠，这有洞哦！有啊，我刚才。哇靠！可恶！哎、欸，中间有一个那个 Power Up。啊、哇！你们玉石俱焚，飞飞！哇靠！玉石俱焚，我没有，我死掉了。皮弟已经死透了，小亮下去，小亮下去，小亮下去，你队友死光了，你队友死光了，你队友死光了。霸凌，圣死灵，圣死灵，他躲在洞里面，你看那个洞吗？我们火力压制，你过去炸他，快点。多火力压制，过去了，过去。死灵啊，弓箭是射哦。好可怜哦！哎呦，好凶哦，这个！厉害！啊，你怎么把他炸死？哎呦！哎，不会他反杀了吧？哎呦，我这边把他打不下去了，我要过去把他炸飞吧。可我现在这个位置很难移动哎。不行不行，他那个位置太强了。对对对。单挑了，单挑了。老大，我跟你讲，有了！我轰他下去，轰他下去了。飞飞，你怎么自杀？我自杀了！你自杀了！哇，一对一了！一对一对一，我不可能下去的，我这个位置卡很好。谁是疯子？谁是疯子？不久了，下一阶段啊！嘿，哎呦！Yes Yes！ 太强了，太强了，1-0了哈，1-0了，够了。好，我们换下一张地图哦，下一张地图。那我们就照刚才那个分队这样分好了啦，好不好？就照刚才那个分队这样分。那开始喽，开始喽。哦，你们哎、欸，你刚才红队被剃头哎、欸，行不行？我是不然自杀。小亮，你看你后面。嗨，我来了，我要进来了。哎，靠！危险啊！危险、啊！哎、欸，这不能乱探头哎、欸，太危险了！太危险！这不是炸弹游戏吗？怎么大家拿弓箭？把弓箭收起来、啊！直接出不去啊！这个洞，这个洞出不去啊！皮皮，收起来！这边头炸、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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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来手啊！看，手炸的！不要小看我的精准度啊！好爽哦！嗨！嗨！走！哎呦！哎呦哎呦，下去了吗？哎，哎，皮弟，皮弟，躲在飞长，皮弟，我靠！仙人掌隐身术，仙人掌隐身术是哪一招？哦，漂亮！哦呦哦呦哦呦，有，还敢躲啊？
就在那边投射。加油！可恶！哇！啊，投射仔还敢躲啊！投射仔，还有一根投射，玉石俱焚！哇！再见啦，兄弟！哇，十几岁，啊，投射仔！哎、我阿克，我没飞过，阿克我滑落的吧？哎呀，等一下，打哎、欸，我觉得我在那边当狙击精英真的很爽哎、欸。我们现在两队看谁狙击精英厉害。对啊，比看谁的放冷枪多啊！所以左边，左边，左边，我看到有一个，对，射他，射他！哎，你们都死掉了！哎，不会你们都死掉了吧？我们死掉了吗？再见，老大！仙人掌，仙人掌，仙人掌，小心后面，仙人掌！哎，怎么没死？我靠！没事，没事，刺激！哦哦，倒数五秒哦，倒数五秒。小亮，你这样跳，你跳跳，这边不要进，这边不要进。对对对，跳那边，跳那边。对对，跳那边，跳那边，跳那边。碎啦，碎啦！哎呦哎呦，救命哦！哇，陈卓啊！不行的！哇，陈卓好了，我在空中，我在空中。撑住，撑住，撑住就赢，撑住就赢！哇！撑住啊！不行了，撑不住啊！撑不住啊！我在空中撑住，空间空间，啊，不行啦，最后一条命了，最后一条命了，哇，哥被逆转，逆转，太扯了，太扯了，我跟你讲，我知道怎么玩的啦，我们把弓箭关掉。炸弹无限啊！炸弹无限啊！炸弹无限会变得很奇怪哦。那不然再多两罐嘛，再多两罐。好，炸弹无限是不是？好，来，炸弹无限，炸弹无限。炸弹无限，然后不弓箭。好，所以他跳了过去呢。跳了过去，跳了过去。你炸弹无限啊，你不要怕啊。好，现在是一胜一负啊，一胜一负，一平一平，大一平。来哦，来哦，炸弹无限啊，来啊，没在怕的啊。我靠！三小了！啊，我想起来！哎、欸，你们在上面丢炸弹，你们狂丢啊！来啊！太心爆了吧！太心爆了吧！哎、欸，完全动不了哎、欸！我靠！来啊！大家不要下来啊！干嘛？你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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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你以为？你想干嘛？停火！停火！下来啊！下来啊！你下来啊！你下来啊！停火！哎，我们落后，我们落后，我们落后！哎靠！完蛋！弟弟。你给我下来！弟，我不下去。我靠！还有这种的。这个。哇塞！911哎！好啊，没关系啊。哎呦靠！哇！没关系啊。不行啊，我要输了，菲菲，撑住啊！我撑住不是啊，你侧翼他们会911啊，你小心啊，你看他要过来，他要过来了，我还撑着，那皮弟跟疯狗一样哎、欸、哦，男生可以，男生可以占据高点，占据高点，中间那个位置可以的，我上不去，我上不去，现在有两个人疯狂对你丢药水啊，我靠，这是怎样啊？哇哇，男生死去了，男生死去，男生剩一滴血，剩一滴血，撑着，他们三个人卑鄙啊，卑鄙的家伙。先把那个中间那个把干掉，把中间那个干掉。对对对，有了有了有了。你后面，你后面。哇哇。菲菲剩你了，菲菲剩你了，再进去打，就剩你了，剩你了，剩
我了吗？对。啊！怎么会？不行啊，不能无限啊！无限疯狗流，无限那是疯狗哎、欸，七个差不多、啊。好了，六个炸弹，六个，无限都被你们炸爽的，根本就没骂题。那盖那一局怎么算？盖那一局怎么算？盖那一局就算你们赢啊，现在二比一啊，好不好？没啥，好吧，五战三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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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这场不会输了。哇，老大在我头上哎、欸，糟糕。你在哪里？这张怎么上去啊？哇！哎哎呦哎呦哎呦，好险哦！听我，听我！哎！我靠！为什么？哇塞！移神换位！弟弟，听我，听我！哎，我上不去了！我靠！哇！弟弟。我们这边夹攻哦！哎、欸、靠，我们两，你们偏偏两个人夹我，夹他，夹他，夹他！我不行，我过不去。哈哈哈！来，换一个，换下一个目标，换下一个目标。好、啊。哇、啊，有人死了。到了，敢来啊，冰鸟！还敢过来啊？哎、欸，不行，我的位置不太好哎、欸。哎呀，我这个位置不太好。谁能占据高点？谁就是王！哎、啊、靠，上面有石头！哎呀，摔了！他们死灵剩一条命而已。自己炸下去了。先把死灵收掉，先把死灵收掉。哎呦哎呦，危险了！不行了，哎、欸，我出不去啊！我被困在 PD 那个位置啊！你就炸了吗？够了吗？哦哦哦！救命哦！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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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机会，给我机会。没有机会，都打双打。一个机会啊！算了，算了，算了。哎、欸，不行啦，男生，这里根本不行啦。我们猛烈炮击啊！我杀死你了，出不去啊！贝贝，快点救命啊！你看我们这里啊，我跟男子被困住了。他压制我们呐、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救命哦哎呦哎呦跑不掉好可怕哦快炸炸炸炸炸你往上丢一颗往上丢一颗哎呦哎呦爆炸了爆炸了男神撑住撑住不能死不能死哎呦哎呦不能死撑住撑住我们会赢的我们会赢的快快快着快着哎、欸，有哎、欸，这样可以呢、欸，可以、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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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小亮，你看是不是？哎呦，有了，有了，有了，小亮最后一条命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去杀他，我去杀他。哎。哈二比二啊！扯啦！没有啦，是我的犯规啊！没有不行这种事情的啦，好不好？规定没有写。好了，我跟你讲，这张图应该 OK 啦，好不好？最后一个回合哦，最后一个回合。最后一波。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打了几场啊，五战三胜，我们打四场了嘛，二对二。对，二二。OK， 准备好了啊、哦！定胜负啊，定胜负局啊！来。这里没地方躲啊、哦！你们不要再想说用什么靠躲到最后一回合，没有了。哎、欸，那上面那是谁？我靠，不是吧？哎呀，呦喂呀，呦喂呀，不要哦！我靠，为什么？不要停了、啊，停火了，停火了 ！Ceasefire！Ceasefire！ 哎，那上面有一个躲那么高的啦，没有地方躲了。高点谁就是谁就是 king， 谁能站高，谁能取制高点谁就是王啊！哎、欸，等一下，有人躲在那个吊桥啊！我靠，还乱撒啊！哎呀，太是我离开那个地方躲空，太惊了！哎、欸，我三哎 PD， 哎 get，
抓到你咯，哎呦，我好像也是 king 哦、哎、我看到有人跟我一样我占据高点咯、哎欸、我跟你讲这也走不了，菲菲这离不开、啊、真的皮蒂皮蒂弟弟，嗨！弟弟，我带你两个队友被困在监狱了、啊，真的假的？哇，皮蒂晃一下，哇，飞好高、哦！没有，我测试一下好不好？在干什么？是这边的、啊嗯？完了完了完了！男神，底下那谁？底下那谁？自己人，天天自己人，不要丢了自己人，好，天天自己人，自己人啊，你以为躲得掉吗？拿棒子快敲你，哎呦，喂，哇，哇，靠！哦哦哦哦！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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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哦哦哦哦哦！弟弟，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啊！我死了！哎，你们不能死，你们不能死！他们现在自爆中。没事，打这么重，我看现在小亮一直想要挣扎，笑死，皮蒂死掉了，皮蒂在哪里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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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可以好，可以好，可以好，小亮飞起来，小亮飞起来了 ，Yes，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哎、欸，我们剩两个人，你们只剩一个人啊！我们赢了、啊。哈哈哈哈哈！我以为我赢了哎、欸。好好回去练一练啊！啊、哦，你们修炼不足，所以才会被我们炸得七七八八、啊。你也没吃后面的、啊。对啦，其实我们都是靠那个最后爆炸那边赢的。好啦，今天就算是我们蓝队获胜啊，红队好好回去再练一练。好吗？好了，到我跟你讲，下次我们再找几张有趣的小游戏啊，来互相 PK 挑战一下。好了，那我是老皮啊，我们今天十八号先到这边告个段落了。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小铃铛啊。那如果说外面下面敲碗敲的很多的话，我们就尽快再拍下一个小游戏，或者你可以下面建议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小游戏哦，可以下面直接留言或是贴链接给我们哦。好了，那我们就先十八号到这边了。我是老皮，拜拜，拜拜，拜拜。